我相信就很多的话大家也不用联想太多嘛哈，那本身本是同根生，那合作多愉快，就同根生就不一定要相煎，只是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记录，或是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。不过大部分的同根生哈，都是合作的很愉快啊。在加班，今天也在赶，还有原有的9000多件送回来的，再加上我们以往的总共有22266件，那这些件数每一件每一件都在审核。那部长跟我通过电话也知道问题的所在，我们地方还是一句话，会负起所有的责任，把纾困尽快发送到紧急需要的人。所以已经过了，我们就往前看，好好做事。我相信，就很多的话，大家也不用联想太多嘛，哈。那本身本是同根生，那合作多愉快，哦，这也是这个嘛哈，这都是有那个嘛，就同根生就不一定要相煎，只是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，哦的一个记录，或是这样的历史的事实。不过大部分的同根生哈，都是合作的很愉快啊。第二个呢，是真的是在基层哈，我相信这个不管在我们在中心里面，或在记者。或者一般民众，那在基层的公务人员都非常的辛苦，确实这个整个的一个秩序都有一些乱，因为因应这疫情不断的在变，这需要就是说临机应变的事情很多，那当然跟本来的常规这样子运行一定会增加大家很多的困扰，那所以我们也非常的体谅，但我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合作的话，那才能够把事情做得越顺畅，所以也没有什么这样子退来退去，就你是想要效果，那回归一个常轨，在常轨里面把事情能够处理好。